接下来是第三组陈日升老师的学生殷琦的表演。哎呦，假鬼假怪的，内心戏。哎呦，睡睡，哎呦，哎呦，啊，哎呀，很会，哎呀，哎呀，哎呀。哎，漂亮！这个丝巾，哇哇！哎哎，飞鸽传书啊！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好厉害！哦，厉害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面前呢有三个瓶子，大家看到我这个蓝色的瓶子呢，你看打开里面可以装点东西。那我们要来装点什么东西呢？主持人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借我一下？戒指可以吗？都可以，都可以。啊、这完全没有套的，没套，没套，没套，比较危险哦。对，我今天有点走了。这是我的这个传家之宝，传家之宝，真的真的，我会好好对待的，好不好？好不好？好，放心放心、嗯。你看，我把钟哥的传家之宝放到了这个聚宝盆里面去了，那我就把它关起来了。好。那我现在把它盖起来，这魔术是不是有点明显？我把它变来这边，你们要相信我，我可以，我现在就变给你们看哦。不可能，变好了，这么快，在这里的话就太简单了。我觉得这当中肯定出了什么差错，有一个误会。哦，我知道了。我懂，一定要再更厉害的，就是呢，我应该要把它放到这个瓶子里面去，这样把它变过来可能会容易一点。我觉得一定是瓶子颜色的关系、嗯，是是是，对，哎、好，它现在在里面了，对不对？哎，它现在在里面了，好，我要把它变到蓝色这边来。白色，白色，哦，对，你看太紧张，太紧张了，怎么会这样子呢？完了，我戒指完蛋了。我马上变到白色的瓶子这边来。OK OK， 对我可以，我相信换了颜色应该比较容易一点吧？对 对, 對，应该这样想。好 ，OK， 变在里面吧。哎，也没有。莫非还在原地吗？还在原地在原地吗？我不敢看，还在在原地。对了，老师都伤心了。还是他小心可以。观众朋友，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觉得我一定要集中，你们给我一点念力。好，加油！加油！集中，集中，集中！来来来来来，失败！失败！啊！是不是变过来了？钟哥，你的传家之宝应该在里面哦。当然，一定要。要不要亲自过来确认看看呢？哎，等一下，那个红色的是不是也有蓝色的？哎呦，你这一变变真的很重哎！对呀、啊，打开吗？打开，打开，请打开。我是不是你的原本那个？这是你原本的那一个传家之宝啊！哎，真的！你看，成功了！哦，漂亮，掌声鼓励，漂亮！把红色打开。什么？红色里面还有个蓝色的。你觉得这怎么变的？你觉得？我觉得应该是，其实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两边都有两个蓝色的罐子。给鬼给怪，给鬼给怪。哎，如果连黄色都看出来，是有很大的问题哦。这就表示他真的是真穿帮，不是假穿帮。你的疑心病真的很重哎，算了啦，我们就这样变得好吧。哎呦，这不够声音，好可怕。接下来殷琦，怎么样？证明给大家看一下。要证明给大家看吗？对，这样好吗？很好，来吧。可以打开吗？不要怕，做就对了。这样万一打开是蓝色瓶子，会不会有点尴尬、啊？不会。好啦，现在要这样子。你这样刚讲那么多话，请你喝杯饮料吧。哇，六层次！哇，喝喝看，神奇！喝喝看，可以喝吗？可以。可以。哇！哎，我一直以为你一直表演失败哎。真的是柳橙汁，百分之百原汁柳橙汁，好好喝、哦。来，替你把它喝完。你要你要你吃的，爸爸要教教我负责。吃有点饱了，又喝点东西。可以的，长得跟喷桶一样乱。哇，干了干了。什么什么东西要喂他了？
是蛋。你怎么知道？它这有蛋的味道，是刚刚那个杯子啊，好厉害哦！颜色还一样。我哎，梗中梗哦，有梗中梗哦。哎，你这个怎么会有戏外戏啊？哎，是戏中戏，中戏耶。有层次，有层次。你看的感觉怎么样，思璇？化腐朽为神奇啊！化腐朽为神奇。尤其一开始表演那个飞鸽传书的时候，真的很漂亮啊，英奇。原来他平常其实看起来笨笨的，所以他其实都很重，很重啊。马上我们就请到我们的三位。准备，他是不是能够得到我们这一万块的奖金？一、二、三，请举牌。哎呦，三条啊，三个号，对。我们这样子，我们从陈广森老师先开始。为什么傲？精彩了，都傲。为什么？化腐朽为神奇是不可行的。哎呦，为什么？你讲的再准确一点。因为。他本来就放空这样子，可是问题来讲，他完全没有把这个魔术的精髓表演出来，而且还要靠陈日升在旁边帮他演戏，你看我们之前，我们老师只是乖乖的站在旁边，好好盯着他看，他不是啊，他以为会帮他加分，结果是扣分。胡凯伦老师，两个理由，陈日升你的帮忙实在是加分过分大了，也就是如果今天没有你这个角色啊，英奇可能你的分数不会到及格，但其实你很尽力的看得出来。第二个理由，陈日升你这边表现太好了，让很多老前辈没饭吃，所以必须打压。哇，这是嫉妒啊，这是嫉妒吧。英奇跟错人了。我第一次有看过老师举牌，我第一次看到老师举牌说这是打压。公然承认嫉妒打压。我觉得说这个魔术到目前为止，从头到现在娱乐效果最好，是，对不对？有身材啊，然后呢又有内容。当然了，陈日升的确是强戏了一点，对，太会演，对，功高震主啊，这也没办法，对不对？接下来最后一位胡凯伦老师的学生陈思璇，请上场。看完了前三组褒贬不一的表演之后，长腿名模陈思璇是否能定下心来好好准备，绝对是首要的功课。哎呀，长手长脚的陈思璇，光是洗个牌就能够搞成天女散花，而身为指导老师的胡凯伦这会儿又拿出什么压箱宝，让心慌慌的陈思璇更加愁苦。究竟思璇徒儿能否善尽演出，为凯伦老师争点面子呢？Magic，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亚伯特的奇迹。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桌上有一副牌，这一副牌呢非常的完整，我们现在把它打开来。好的，里面有一副牌。那首先我们就先让所有的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来检查一下这一副牌是不是每一张都不一样呢，然后也请大家来检查一下。 是真的都不一样，是一张非常完整的牌。看完之后呢，我需要一位朋友来协助我一下，就是你们从这副牌里面呢选出一张牌来。那有谁要选我自告奋勇，然后我们就请帅军过来好了。我很喜欢见证奇迹的时刻。好，我们那现在请帅军呢从这副牌里面呢选一张你第一直觉看最顺眼的那一张牌。看最顺眼的就是你了。好，你现在牢牢的把它记住，不要让我看到。然后你也可以给艺人朋友们看，还有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看。都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好，那现在把牌交给我。牌交给你。好，我们一样哦，把它放进我们的这一副牌里面。哦，切入原本的牌中。是的。好，那我们有动它哦，我们也请帅军来洗牌。你可以洗干净一点。可以洗牌。可以，尽量的洗。可以洗牌，可以洗干净一点，可以洗干净一点，是，好，不客气喽，没问题，很放心嘞。那个社军，社军，我们前面那边转出去有个洗衣机，拿去。你平常有在澳门当第一？待会谁做妆？好了吗？好了，好，大家可以看到他牌洗得非常的干净，是。但这时候呢，一个专业的魔术师呢，
这时候应该要再把它洗得更干净一点。你看哦，洗得很干净哦，是不是？好，洗完干净之后呢，我们现在呢，我们要请另外一位助手再出来把我们的那个，我们会请另外一个。大家都知道说，如果今天我把那支牌拿出来之后呢，这就不稀奇了。是，因为我就在旁边嘛。我们请另外一个人来把那支牌拿出来，是谁？好不好？亚伯特，我们要欢迎亚伯特。我们还有特别来宾。哎，是你？啊，不是我。是亚伯特。亚伯特在这边。亚伯特是他。哎，亚伯特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亚伯特你好。我们今天呢就要请亚伯特来帮我们找出刚刚帅军选的那一张牌。怎么可能？但是亚伯特他需要一点点的跟你亲密的接触，他才会知道你选的哪一张牌。那怎么好意思？所以呢，我们现在可能要请帅军呢带着我们的亚伯特，是的，你在他的耳边呢，告诉他说你刚刚选了什么牌。哦，那我要离你远远的。对，绝对不能让我听到，好不好？那我往前走了，没问题。亚伯特，我跟你讲哦。你要不要去叫公司先回去好了？我要跟亚伯特沟通一下。你知道吗？我拿的是红星，哎，你不要忘记哦，听清楚了没有 ？OK。我真的跟他讲那么多的。好，你要记住哦。好了。你不能，你讲的是一张牌吧？不是一副，不是好几张哦。所以是一张牌，但是我跟他有一种心灵的交流，所以他现在已经知道你选的是哪一张。有，他有，他应该知道，他应该知道。不过我们当时第一次看到有人真的跟那个鸭子讲话，你不要叫我跟他沟通。我没有想到你真的会跟他沟通啊，我很听话的。好，那我们刚刚这副牌呢，完全都没有动，它是放在桌子上面。那我们现在把这副牌放到亚伯特前面的这一个盒子上面哦，然后呢，我们大家屏息以待，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我们3、2、1之后，请亚伯特来选出帅军选的那张牌，好吗？来，3、2、1，真的抽了一张牌起来，成不像像不像那个算命的？他是小鸟念亚伯特会算命，他知道你选的是什么？这补的是鸟卦。亚伯特有看一下，是不是这张？哇！掌声鼓励，好精彩！厉害！这个怎么可能？你看到什么的感觉？来，王一平。很不可思议，因为牌洗得很干净哎，我洗超干净，而且又加上璇姐又有再洗过，然后就想说，怎么可能还可以再找得到？对，怎么找得到？来，黄登辉。可能啊，他没有机会动任何的手脚 啊，而且叫鸭子选呢。如果说人选，对，还有机会就是动手脚。这就是这魔术厉害的地方，不是我去动那张。如果璇姐自己 setting 好的话，那就不神奇了。可是亚伯特也太神奇了。亚伯特，因为你刚刚有良好的心电感应，谢谢。对，谢谢潜水军的这个非常精彩的配合。谢谢美丽的助手。我们三位老师准备要举牌，这个魔术他们表现如何？准备。1、2、3，继续摆。到底陈思璇的魔术能否获得评审的青睐呢？别走开，广告之后马上揭晓。魔法研究所不可思议的表演来喽！来，梅花针很慢的动作放在你的手掌，不急，他就跑过来，这张牌会变黑牌。为什么？怎么会这样？我觉得你牌有问题。为什么要告诉我？为什么我有一种迷惑？我会睡不着，我会失眠。周日晚间8点 ，Power Sunday 综艺100%。希望呢，电视机前面所有也对于这个魔术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呢，赶快报名来参加。我们的老师一定都会因材施教，好不好？有教无类，魔法研究所 Magic Power。